1997年开始，我就发展Monsieur嘅品牌。我从事制衣业超过20多年，我嘅理念系不断求变。Monsieur成功能够短短几年喺香港做出唔错成绩，亦都令到好多香港人知道Monsieur嘅品牌。Monsieur拥有一班好年轻员工，佢哋会力系配合公司嘅发展。陈生好乐意接受新嘅 concept， 佢哋好肯试新嘅。而家嘅市场系不断要啲新嘅 ideas。